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。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。天天的吹填的流量，他利用那个吹填哦，那么醉人都对一谈了，专门往那灌溉。有跟他比亚的功能啊，哎，伊是天水，一个高代比啊，老天水，天然的啦，天然。啊，你嘛搁揣着迄个迄个无？你嘛揣不到，因为呢，因为哦，天下了，天哦，除了井底啊还在，但是呢，以后这后辈人都比较加大。要大的加框来装水啊！今麦是靠标，你正台啊，就变啊。哦，变成是靠标的啦。对啊，它那个水井变成是靠标啊。嗯。就是说，他们把它加宽、加大。蓄水啦，加宽、放大来蓄水。啊，变成是靠标。那家电有多大？现在200平。200平，啊，就一个比亚，有啊，一个比亚。现在加大，加大来放。就是聚水就对了，习惯再用就对了。啊，本来那个水水来吃的就对了。本来嘛，无人去吃，那就是灌溉。灌溉。哦嘛，是灌溉，不是讲较早就吃的对了吼。天然的水就对了，利用的天然水的做法，真的。哦。他在我们天然水的做法。是因为有种很多竹子来维持的大树，以前种那个桂竹，桂竹有种，有种，真的有种。可是现在都已经被砍掉没有了，是不是？都没有了，都没有盖房子，没有盖的都没有盖了。嗯，那个很快，那以前那个地方以前就好几家呢。嗯，都是很多。你爸仔的物件吼，食片啊、菜都拢还阁有，我存钱啊，物件阁足多。啊，你去地政府厕所来查，啊，喏，咧破城，迄个消防公道，防空掉。叫下骹人。哎，对。你平常是关心还是爱？不是，还啊。遐个还啊，遐个关注民，遐个关注民哦，正老一个什么事哦，就要咱这边爱咱的头家。哎，你看到阮阿公就我讲会爱头，要做制作啊。咱咧万盛堂，想要做什么？有哦，万盛堂咧。你在讲讲？哎，就是万华人家负责开销，叫做万盛堂。哦，在咧万盛堂，哎，我在咧万盛堂。啊，所以就破城往公庙去啊。破城爱人，咱这边才有几人。啊！啊！人啊！啊！大家用钱的啊，来安全人多啊，怎么大家拖拖带带追追啊？哦，对啦。我看到一群人在那边。有啦，大家拼啊！啊，唔知讲恁破掉了，破掉了，不掉去啊？有哦。啊，唔知死啊死人，死啊唔知我个代志啊去，唔知好万成功。嘿啦，迄就是你怎啊？我来安尼讲起啊，吼，就是接唔住啊。啊，到尾呢变做油条啊！啊，油条呢，我再要人饲鱼啊，内底迄个食猪人饲鱼啊。
所以本来叫做地了啊，啊，啊，才改做地化，这地主了都地油条啊。啊，以前你透到分，这个街老早那个个粮船拢是拢一直发的呐。你看看你